しあるよ。晚了一点，不可思议的文学已经被划到一些，划掉一些了，很厚哎、欸。他要扫那个吗？没有，只有翻而已。啊，今天都坐这个舒服的缆车，这很慢啊。哦，就是没有罩子而已。我觉得我可能滑一趟就要加面罩的。好像是这棵树移走，不压。然后很多人滑到这中间以后就开始滑不下来了。然后这一块是粉的，这块。对啊，像这个不可思议的粉，然后刮了几道，这样。对，下了那么多。对啊。你会冷哦。嗯，我现在为止都还不会。我是全部包起来的。嗯。我的话维持着。已经穿上最高级装备。嗯。最高级装备。我还没有到要升级的时候，但是升了级的话，脸会觉得很暖。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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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就混混的，混混的滑这个，舒舒服服的，就粉啊粉啊粉啊。对啊，你这样子脚可以比较不用出力气，好不好？19公分啊。19啊，这样有20啊。这样不止吧？然后这边也是啊，还是滑这一道，这一道跟这一道都可以。要滑一滑。对啊，而且只有今天有，明天没有。明天怎么了？明天。明天变晴啊，而且没有那么多啊，那这个才有两人滑过，好吧。想知道让我看看它下雪的威力，就只能在雪上。应该说之前的话，如果是这样子，看这上面都是。跳。我现在很犹豫，到底要滑哪一边？应该要滑这边才够力。今天就没事做，你就两边都滑嘛。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还看得到是这样。你再过半小时，这些都不见了，都被划掉了。划到哪里去？被其他人刮光啊！刮得光吗？刮得光啊！还有就是看，因为今天风力很强，所以会被它吹回来、盖回来这样。下午、中午过可能还可以再一波，这边坡度不够。好，我们一定划左边，就这样。不然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冲不过去。
要这样子才过得去。但是上半部我们过到得了，到那边也是你都会太晚，跟着别人的路就好了。觉得冷哦。对啊，会冷吗？有没有前人的路啊？好像有，好像很少人这样直直过去，因为太松了，过不去，冲不过去，要直直的冲过去才行的、啊。大部分人都走这边。更上面其实分两道啊，我认错了，那边是更右边那一道。嗯，好，那我选定路线，一开始故意滑右边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人刮过，然后直直下，这一条也直直下，然后接着随机一边，要吗？要吗？犹豫啊，因为只有两次还是三次机会嘛。下的没有很多，你看我身上没有积很多。朝下，出不去了。抬起来往转，反正往下就可以了。斜斜的就可以走了。先啊、我先，我你动不了，你先不要动，我帮你拍一张。你先不要动了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就像那个人一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，来，你往正下转，不要抬起来，又往前，稍微往右边一点。我已经要出去了，对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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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出去了。没有多好啊，不用不用进来，没关系，你进来也是。我知道有人不滑的理由了，因为滑不下去，坡度不够，只能够这样蹭一下就出去。真的不能滑，但是潜得很好，就不用赶了，就整天滑这个就好了。对啊，就一直滑这个就好了，也蛮舒服的。
你超厚重。我很厚啊，因为那个怕往前那个啊，就是松雪这样滑还可以啦。好像要加速了欸，不加速的话就回不去了，要直直冲，冲到至少要冲到，真的啦，最好跟人家的路。下面的人都在爬着回去欸。走右边。放太紧吗？好了，结论是不用挑。以我今天的力气跟能力，就是随随便便滑掉，然后深的地方动不了，就会像那些人一样动不了。一二三，都是卡住啊，动不了啊。是很深没错，但是动不了。用那个直直往下再铲开来的，就可以一路滑下来的。像这个直下的就有办法过来了，但是他要用那个速度一路铲过来呢。有办法，他这应该是手手吧，而且你看他坐太空椅，他也很，就是太深的雪就只能用
把它往后铲啊，它把速度用掉了，它动不了了。我还以为它熟门熟路哎，结果它就给它停下来了。那你左脚怎样？左脚还好，因为今天是轻松的一天。这些树都算是让风弱化，它中间吹过来的话，被它削弱以后，这边就是摇是会摇，它就会想摇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持续效应。啊，好舒服的一天。横拿棒棒练法，有能力切过去的人不多，很深，我也切不过去。然后这里就是很慢的四号车有开。对啊。然后本来隔壁的那一个 lift， 他原来是说有开，但是现在一看是没开。那还高一点点，你说它树的保护比较少，它椅子都收起来了。后面谁减速了？
哎呦，真的啊，就闯，闯到三公尺左右，你要看啊？看不到啊。有吗？看不出来了，就黑黑的啊。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，这里雪很多啊。嗨，啊？另外一个要找一下，因为比较深，找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再往下看，我也不觉得要不能过来。很松软，很松软啊，阻力太强了。那这时候想要往右扭，但是左脚已经进去了，那就左脚拖板，就是这样子递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停下来了。太松了，太松了。然后要直直的，要身体朝后顶啊。我要反从跳操包的。对啊，要这样滑，而且只能直直滑。要想反弯。对对对啊。但是我现在是没有那个，没有判断它能不能过的姿势，哎，我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有什么。没事。好，那这样就要集中在中间滑，因为我一看，我觉得这里可以转回来，但是这里却是深雪，完全误判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像这里就已经变深了、欸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入队吗？对啊，就跟刚刚第一次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只能滑这条路。我们刚不是走了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一直都是走这边。
哎呀，好一样的匆匆。哎呀，最起码从右边走就可以直接进去，从左边走的话还要绕一个圈。就太新滑掉了，应该是还不用，中午过后吧。我没有到冷的地步，不是冷，只是觉得它就吹得乱七八糟，觉得口罩会很湿啊。嗯，所以中午过后可以加起来。而且今天本来打算说吃什么吃什么，最后还是美食街。你说不然还有什么可以吃？对啊，那是美食街。田代还是那边？又过不去啊。田代的话，三间餐厅肯定有我没吃过的。他那边雪场到底工地会不会开？会，还是你要？会开啊，我不要。坐车过去。不要，我这里我就很高兴了。去那里的话，可能动都动不了，因为那里的线也很绿，对，也很绿。你是说强风的时候，如果风大只开那个蛮惨，那个也练不到这样。这个的话还有一点速度。哎，但接西野猫风风大大不大？就是也不知道啊。看来西野开始。没有，我们也不用试啊。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。它风最大的时候，我任何其他都不会开。他本来就不太想开。不，我们当初是寂寞。末的时候也是只开那个，然后那时候是春之染不是吗？对，一定只开那个，强风就是只开那个。那啊，那是必然的。这样算强风？明天就不会那么强了。明天没有。上午还剩一些单，但是，如果我们都已经在高气压下面，因为你看他说。如果我们在高气压下面，理论上风也不会太大。现在是高气压往低气压，那个风很大。好，今天早上就滑一滑，喝水或者肚子饿了吃午饭。还没饿。而且大概整天都会至少维持着没有声音的状态。
因为滑过的地方都会被强风再重复一次。对，这样雪你都没有问题？还好，这些雪，不过这些雪不粉，这些雪是颗粒雪，有没有？然后风那么大，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吹来的，还是怎样。雪没有很粉，冰会黏在上面。那那个水就会变那个啦。右边的脸，刚刚坐缆车是吹右边，有点麻麻的，赶快戴起来。左边没有东西，你是说会装雪进去吗？哦，哦，跟着他们的路线 ，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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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趁着现在看得到的。到那一个东西了。
又变很厚了。我刚刚回头看你，然后一瞬间就看不到，就是那个刚刚卷起来的时候看不到。那既然做这个，为什么不跟他做嘞？对啊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所以他买不掉，交也不掉，还是交。反正就排这个的意思。啊？他应该知道排这个的意思。对啊。他以为那边是一人专用车。看不清。是啊，长风慢速运转。是啊。没有，它好像又变快了。你看现在风有没有比较小一点？没有快多少。太强了吧？嗯。哇，什么？但是我渐渐的变得比较直滑。这边就渐渐的开始要直冲了。变很快，右边我讲完之后变中速，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速度，看不到前面的速度。不用啊，我已经挡好了。这边是逆风，这边是逆风。对啊，湿湿的表示它是热的。我冷的时候我就知道盖起来了。我现在不是跟你反驳，我是告诉你说，嗯，因为有冷的我就挡了，还没冷的我就没事。一个手套。对啊，很慢。嗯。现在是低。还要坐着休息。不会造成这里塞车吧？原来的流量是还可以的状态，就是偶尔开通的。那如果速度始终这样子的话，大概排三组在前面，在缆车那儿。低到那个是你那个在通风啊，你的额头跟眼镜中间的那个缝，一直有风可以吹进去啊。你会嫌太凉吗？有时候我觉得年纪有点太凉。嗯。风大哥，风大哥，风大吗？风的差别。
到的确实不满，但是我的这个帽子罩的部分它好像结冰了，导致我觉得我现在右边这边可能再五分钟真的会到达，所以我应该要进室内等一下。室内，等一下我想一下。进室内的话要斜切，然后去 food court 的话就在旁边，是斜板插在缆车站，然后走过去再走回来。对，斜板插在缆车站，对。嗯，这是一般的吗？他们棒棒上面加个局限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现在是快速了。好了，总而言之我要去弄一弄，而且重点竟然不是脖围，重点是脸侧脸颊。我本来就知道，我一早就说我要戴，鞋架成这样我要戴、就是、因为我那时候太热了，所以我想说滑一滑再说。你要干嘛？听感谢啊。你要进室内，我要进单子。那你脚的舒服程度？好啊，那你就这样做。又一般，一般又一般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躺进去啊。我决定坐在那个坡上，我想要坐在软软的地方，因为下面又不冷。那你要坐在这里吗？但是我这样怎么知道你回来？我要坐太久了。对啊。我要坐在缆车上，不然跟我挥手。缆车旁边，冲下去。真的吗？那我也可以在这里弄吗？那你要坐在哪里啊？说哪里啊？还好啊，有点脚酸。
下。用滚的。哇！有听到？对啊，有听到。你说你要坐坐在哪里？坐在你那个往下冲斜坡，你应该看到。但是我们现在连缆车都看不到。风大的、雪大的时候，连缆车都看不到。哪里？你说哪里？坐在那个旁边，如果那里的话是可以啦，但是你太远了。要直冲啦！啊？一定可以啊，但是你要看啊。好啊，那我去了。一下